哎，爸爸妈妈早晨啊，莫校长。早晨啊，琪琪。莫校长啊，我知道今日咧，你又请咗一位嘉宾上嚟，咁佢咧就系嚟自加洛萨圣方济各学校阿温校长带同佢嘅团队啦、同学仔啦，仲有家长一齐嚟同我哋倾偈。系啊，欢迎你啊，温校长。早晨啊，莫校长，早晨啊。早晨啊，温校长。温校长啊，我知道咧，加洛萨圣方济各学校咧有一个好特别被人哋注视到嘅，就系、是、学校门前咧就有四个天使嘅。点解咁特别嘅？哦，嗰四个天使咧，一直以嚟咧都陪住我哋小朋友一齐成长嘅。嗯，啊，咁我哋系新校舍咧，已经系搬咗落去圣伯兰治街。哦，系喺2010年9月搬咗落去，但系我哋冇忘记呢四个天使，带埋佢一齐搬屋。系咪原原本本咁样将佢搬落去咧？唔系，因为我哋小学部啊嘛。系。咁小学咧，我哋觉得啲天使应该系有趣啲咧，活泼啲。系、哦、啊。系啊，所以我哋只系咧吸咗原来。堅尼地道上面四個天使嘅外形，係、然之後咧就搬咗落去而家小學嗰個外牆上面。哦，我記得佢咧就冇著鞋嘅喎，咁而家係咪都係赤腳㗎？係啊，係啊，係、我又唔係好認識，想阿温校長可以幫我哋介紹一下，其實呢四個天使係代表乜嘢㗎？我相信咧當時嘅學校咧係希望我哋嘅同學喺裏邊接受嘅，唔單止係知識。品德上面的培育，仲是灵性上面的培育。嗯、大家都知道天使有很漂亮、很美丽的灵魂。嗯、我希望我在这里读书的，这间学堂读书的小朋友都可以成为天使，这么可爱，这么有高尚的情操，有一个很好的心灵的培育，将来就成为人家的祝福。哇，咁其实呢刚才你讲到天使的灵魂啦，咁其实有一个天使学堂的美誉啦，咁其实都有成过百年的历史，其实个历史有几耐呢，同我哋介绍一下。嗯、我哋今年呢正系学校145周年嘅校庆。哇，好长时间喎、真系。哇，真系好有历史啊。哇，一间咁有历史嘅学校，又系一位咁有心嘅校长领导嘅天使学校。究竟你有冇带到你嘅校歌上嚟同我哋分享呢？啊，有啊有啊，一起欣赏好唔好？好啊。首咧非常优美嘅校歌，温、校长，我仲留意到里面有 joyful voices。咁究竟啊，加诺萨圣方济各学校点样带领啲学生咧，能够有呢啲欢乐嘅歌声，佢哋嘅声音咧？咁样咧就要睇下学校嘅生活咧，佢哋系咪生活得每一日都系好快乐？系好快乐就自然会唱歌啦。系当然啦，仲要由心唱出嚟嗰种。系啊系啊，咁点样快乐咧？可以？咁我哋要俾一个好关爱嘅文化嘅环境佢哋啦。咁、我哋嘅课程呢又要好有特色。小朋友嚟到呢度真係学到嘢，同埋要佢个经历啊。即係嗰个课程係帮佢经历佢个成长嘅经历。係啦，温校长你讲关爱啦。咁点样去表示呢啲同学同同学之间佢哋关心同埋爱护，老师又点样系送呢啲关爱俾佢哋嘅呢？
咁可能係我哋一所天主教嘅學校啦，咁有我哋本身嘅一啲嘅核心嘅價值嘅，係咁係透過我哋嗰成個嘅氛圍咧，去影響學生啊。咁好似佢哋祈禱啦，佢哋每日嘅集會啦、早禱啦，甚至課程啦，佢哋嘅活動啦，都有呢啲嘅元素。咁早會嗰度咧，係由校長帶領，一話老師，一話學生自己去做。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嚇！我想知道點樣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我哋希望咧，六年時間咧，小朋友喺學校裏邊咧，都有機會喺台上邊去參與過。咁除咗係一啲表演啊，一啲活動之外，佢哋嘅領經、我哋嘅祈禱咧，小朋友都好着重，同埋佢哋好願意去帶領祈禱。哇！小朋友去帶領祈禱啊？係啊，得噶。哇！真係好開心噶。係。而老師咧，可能都會從旁又指導下，帶領下佢哋啦，嗬。咁既然咧一間咁有關愛文化嘅學校，咁我相信一陣間落嚟咧，我哋要請埋主任地嚟講下嗰啲課程啦，同埋課外活動嘅特色噶啦。繼續翻嚟校園巡禮，咁喺我哋直播室入邊嘅嘉賓咧，就係嚟自加洛薩聖方濟各學校嘅。咁喺我哋面前咧，就有啊温校長啦，同埋啊罗梁桂芬主任嘅罗主任你好，欢迎你啊，罗主任，温校长，温校长啊，我想问多少少啊，头先你讲到领经啊，咁其实小朋友要几多年班咧，先至可以参与呢一个领经嘅活动咧？一年级已经可以噶啦，一年级已经可以，我都可以。但系其实我想问多少少，因为唔系每一个入校嘅同学仔啊，都会系教徒嚟噶嘛，咁其实可能喺灵性上面佢哋唔系认识好多，咁点样去领经咧？老师当然啦，会有一啲从旁协助啦，一啲嘅指引啦。咁但系小朋友好快脆啊，你叫佢最快脆九月份学咗啲乜嘢翻屋企咧，佢实话翻俾你听，祈祷系哦，哇！真系呢个氛围系非常之好嘅。咁其实真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尝试，系咁都好好、啊。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领经嘅活动点样可以带到一个关怀嘅信息俾每一个同学仔咧？是因为我哋每一个月呢都有每一个月嘅即係个主题嘅，咁俾老师去发挥。咁好多时老师就呢个机会呢就邀请小朋友一起参与喺当中。咁佢有啲意向啦，祈祷为人祈祷啊，为一啲社会发生一啲突然其来嘅一啲不幸啊或者事件去祈祷。咁其实当中就有一个讯息，就要关爱，至于身边有啲乜嘢人呢係需要帮助嘅。我明白啦。咁即係如果我为爸爸妈妈祈祷，其实就将个祝福就送俾爸爸妈妈，咁我翻到屋企咧，我又去同爸爸妈妈讲啊，我今日送咗一个祝福俾你，唔知道你收唔收到咧？咁其实爸爸妈妈听到都好心甜，系啊，嗰啲关爱仲带埋翻屋企添，系啊系啊，啊真系好啊嗬！咁头先咧又讲到咧个天使学堂嗰度咧，同呢一个圣灵方面嗰个嘅祈祷有冇关系啊？都有好大关系噶，因为我哋一个天使学堂，小朋友点样可以成为我哋嘅圣方济各天使呢？我谂你问一下啲小朋友咧，佢就会可能知噶。因为我哋每一个月咧，其实都有我哋一个主题，当中咧带出一啲核心嘅价值。咁我哋九月份嘅主题咧，小朋友举个例子啦，就系做礼貌天使。咁其实我哋想小朋友做礼貌天使咧，就系想学会一个核心价值，就系要懂得去尊重人哋。咁点样样先可以成为礼貌天使噶？咁我哋呢除咗朝头早领经，小朋友将啲讯息带俾小朋友之外呢，咁其实呢我哋亦都会透过祈祷啦、生活嘅实践啦，俾小朋友呢去将一啲礼貌天使嘅具体行为呢返屋企去做啦，或者喺班里面表现返出嚟呢，然之后老师啦、同学啦或者家长俾返啲赞许佢哋嘅。哦，咁全校呢有几多个礼貌天使㗎？个个都系咯。咁即系唔使轮选，个个都系礼貌天使。我其实有到我自己听咗之后咧，我有少少问题，我想问一下温校长。咁其实咧喺学校就好着重个灵性上面嘅修养啦，咁同埋亦都好希望小朋友有好好嘅品德啊，透过圣灵各方面去培养佢哋。咁其实有几多个比例小朋友系教徒咧？今年好好啊！今年我哋学校700几个同学里边咧，系有149位。哦嘅教友，系、啦，即系其实原来都唔系话一定要系教友自修嘅，系啊，教育系应该一个大爱噶嘛，系咪啊？咁即系话700几位都系天使咯，系佢哋喺唔同嘅月份咧，有唔同嘅任务做唔同嘅天使。
去到最后呢一个学期完结，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圣方济各天使，就将我们的校训、嗯、行仁爱显真理发扬光大。哇，其实啲女仔是很喜欢的。是啊，如果个天使呢可以加两只翼，我想仲得意。有的有的。是啊，有的。怎样有翼的，怎样呢？不是有毛有翼，不用担心。他们是有知识的羽翼和品德的光环。哇，好好啊，这个。咁同埋咧，我知道其實咧，你哋高班嘅小朋友咧都會幫低班嘅小朋友嘅喎。其實係咪一個咩計劃咧？係呢、這個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做推行嘅大姐姐計劃。嗯，咁咧其實都係我哋想透過大姐姐去關顧一年班嘅小朋友，為佢哋服務，都係我哋學校嗰、那個關愛嗰個精神啦。咦，幾多年班啊？五年班嘅姐姐佢哋會照顧一年班嘅小朋友。點解唔係六年班嘅、嗯、又係五年班嘅呢？咁得意嘅。嗯，大家再講古仔俾你聽下。咦、哎、係古仔㗎。係啦，咁其實最大嗰個我哋關注呢，因為一年班小朋友呢啱啱升到上嚟學校呢，其實可能佢哋有好多適應上高係要關注嘅。咁、嗯、我諗呢搵一個姐姐啦，喺學校嘅姐姐去照顧佢哋呢，對佢哋嚟講呢係非常之緊要。佢好似多咗即係有老師是做媽媽啦，而家仲有個學校裏面有個姐姐喺度照顧佢哋。咁點解會揾五年班個姐姐？有故仔聽咧。係啦，咁其實咧如果我哋揾六年班嘅姐姐去照顧佢哋咧，六年班嘅姐姐畢咗業之後咧，嗰啲一年班嘅小朋友升咗上二年班，咁、就再見咗噶啦。係啦，咁我哋揾唔到姐姐。係啊，咁我哋希望佢可以升咗上二年班之後，啲姐姐都可以繼續。佢哋有學姐學妹嘅關係咯。哇，真係諗得到喎，係啊，特別係啊，而家啲家庭得一個小朋友嘛，嗯，咁真係兄弟姐妹冇，佢冇依個感覺嘅，係，咁學校可以替做依一個經歷俾佢哋咯。嗯，啊，呢間學校咧就有大姐姐計劃，就冇大哥哥計劃，梗係啦，因為我知道咧係女校嚟，冇錯啊，係啊，咁嗰啲小朋友咧見到啲姐姐咧會好親切嘅，咁其實呢啲姐姐幾時去幫佢哋嘅咧會？其实呢啲姐姐係佢哋全年呢、嗯、都会俾关顾小朋友嘅。咁、嗯、最初嘅时候正话好似提过呢，我哋都係想小朋友去帮助一年班嘅小妹妹呢，就係、是、适应个生活啦。跟、嗯、住逐个唔同嘅月份呢，佢哋嘅任务就可能会有啲唔同啦。嗯、就除咗适应生活之外呢，就可能亦都会帮佢点样去建立返啲友谊啦。咁等佢哋呢可以、嗯、即除咗适应生活之后，跟住落嚟呢佢哋有个姐姐可以照顾佢，亦都多咗一个朋友仔啦。咁去到全年嘅佢哋个计划。咁其实每一日有冇一啲特定嘅时间、嗯、或者每一个礼拜有啲特定嘅时间呢，五年级嘅姐姐就可以去见下啲一年班嘅小妹妹嘅。佢哋会嘅，佢哋喺九月嘅时候呢就会比较密集啲去帮啲小朋友嘅。咁食饭嘅时候啦，朝头早未上堂之前带佢去认识周围嘅环境啦、嗯。小息嘅时候同佢哋唱下歌仔呀、啊、玩下游戏呀、啊、咁样。哇，即係约定我哋一阵间小息见啦。但其实个大姐姐会唔会係固定咗某一位小朋友位特别照顾佢，定系其实都冇乜所谓。我可以每一班嘅小朋友我都去参与照顾佢哋。等我估下先，通常咧应该系固定嘅，即系师徒制系啦。啊，咁变咗咧可以长时间去关顾佢哋，一对一啊，或者一对二啊，咁唔知道固定啱唔啱咧？啱咗一半啦，系啊。因为咧我哋就唔系一对一、一对二，而系一组。对一组，因为我哋学校系小组咁样，啊几特别喎又。点解咧？有咩作用咧？其实因为见到小朋友咧，第一咧就是、本身啲大姐姐咧，佢哋可能已经比较忙碌啊，咁、嗯、有好多可能要做风纪啊，其他服务。咁如果佢有时真系抽唔到空嘅话，咁、那个妹妹如果净系得一对一咧，就可能会比较。凄凉啲啦，姐姐唔得闲理佢哋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可能一组对一组咧，咁第一咧，小朋友可以即系比较全面啲去照顾到佢啦、嗯。第二，佢去认识嘅唔系净系一个姐姐咯，而系一组嘅姐姐咯。咦，咁即系咧如果有边个唔得闲，就由另一个代住先咁啊。哦，有咁嘅方便，其实都非常之好。咁、嗯、其实除咗呢啲计划之外咧，咁喺学校全面嘅发展上咧，仲有啲咩特别嘅咧？其实学校咧着重嘅系个全人教育啦，咁、嗯、学科上高咧，等间我哋嘅另外一个主任咧会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嗯、正话提过就是、一啲关爱嘅文化啦、灵性上高啦。咁我哋其实都着重小朋友嘅体艺发展啦。咁、嗯、我哋学校咧都有一个艺术课程，都推行咗十多年。咁系啊，点样艺术课程法嗱？一般嘅小学咧就有音乐科啦、视觉艺术科啦、圣方济各，仲有啲乜嘢特别咧？
除了这些呢，这些其实正话莫校长提的呢，就是一些学科上到的。那我们呢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在个时间表里面呢，有一个课堂呢就叫做艺术课程。那呢我们主要呢就分了不同的范畴的。那包括了有视觉艺术啦，音乐啦，仲有系戏剧啦，舞蹈啦，咁小朋友咧可以按佢自己嘅兴趣，就去拣呢一啲范畴嘅课程，咁就会用每个星期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去学习噶。咦，咁呢个课程系咪即系喺课堂里面啦，抑或放咗学之后嘅？课堂里面，喺我哋嘅时间表里边。哇，咁都好。小朋友点样分班啊？即系我点样拣？如果同一班同学仔入边咁有四个兴趣，咁啊即系要四班同学噶咯。系啊，佢一年级嘅时候已经系拣定咗噶啦。嗯，唔单止系四个范畴咋，唔系四个班啊。系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分开高低班进行啦，其实系三十几个组嘅一个 section。系，好复杂嘅，系啊，非常复杂。是要专人处理的。是啦，那个管理和安排都很复杂的。是啊。不过呢小朋友就很受惠啦。那他们可以多些去接触艺术。是啊，那其实对于小朋友呢，除了在灵性上面有了修养之后呢，有艺术上面有修养呢，那其实对于他将来成长呢都非常之好的。艺术真的很重要的，琪琪。因为呢生活呢就是艺术。如果我哋咧喺教育里面能够多啲灌注艺术嘅元素啦，好似刚才咧温校长同埋罗主任所讲，哇！你哋呢四个范畴咧，都系令到学生可以喺创意啦，喺佢个人嘅生命里面咧，系添增好多好多嘅姿彩嘅。系啊，咁不如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再了解多啲你哋其他方面进行嘅情况。欢迎大家翻返嚟校园巡礼呢个节目，我系莫凤仪，我系陈琪。哇，今日好开心啊，琪琪。啊、我哋咧请嚟嘉乐萨圣方济各学校嘅校长啦，而家咧喺我哋当中有两位主任，欢迎晒丁主任同埋罗主任。欢迎晒。嗱，头先咧我哋就听咗罗主任咧讲关于艺术课程啦，咁啊丁主任仲有冇其他嘅课程你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嘅？我哋咧学校咧就好特别嘅，我哋咧就都会行资优教育嘅。哦，资优啊，通常都有嘅，系咪将一啲表现特别嘅学生咧去再栽培佢哋咧？正正相反嘅，我哋学校咧系啊，每个小朋友都系资优生嚟嘅。哇，咁样全面推行。其实我想问一下，对小朋友嚟讲。佢哋話：咦，我都可能有啲壓力喎，即係對老師嚟講有壓力啦，對小朋友有壓力喎。咁其實點做呢？咦，如果正面嚟講咧，就真係有教無類喎。係啊，但其實因為你要教資優嘅同學仔，係咪應該會俾多啲困難佢哋啊？等佢哋學習去解決噶嘛，係咪啊？其實咧，或者講翻點解我哋要行資優教育啦？咁咧呢個要追溯翻咧，係我哋學校嗰個嘅辦學宗旨嘅。因為我哋相信咧，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係獨特具個性，係可堪造就嘅。咁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喺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独特潜质嘅一面嘅。哇，丁主任，即係我急不及待呢同意你嘅讲法啦。因为呢我之前呢都话天生我才就必有用㗎嘛。咁我仲呢创作咗一句就係、我识讲。哎呀你识个奇奇你识。因为我系佢学生。人生必有一潜能。同意。系啊好开心喎、啊。点样去搵啲小朋友嘅潜能出嚟去培养呢？其实呢咁要讲返喺返我哋个大围嗰个全班式的教学里面，在那个教学里面呢，我们其实的目的就是要浮尖。那什么叫浮尖呢？就其实让每个小朋友透过学习活动去到知道自己的潜能在哪个位置的。那透过哪一些课程的学习呢可以浮尖呢？其实呢我们是全校的课程呢都去做的。或者讲一讲先，相信大家呢都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教育局那边呢就有讲学会学习，是不是？那其实我们学校都用这个做方向的。那在 学会学习当中呢，我们就先教小朋友去到掌握不同的技能的。那这些技能呢我们就会发散晒嘅，系中英数常视音体艺各样嘢咧，我哋都会落一啲嘅共通能力落去俾佢啦。咁喺当中咧，老师其实除咗传递我哋传统话要教会知识之外咧，我哋都会教佢唔同嘅技能嘅。咁喺小朋友咧喺学习过程中咧，其实要透过好多嘅唔同学习活动啦。咁喺学习活动当中咧，有一啲可能系单纯嘅听啦，有一啲系要手作嘅，有一啲咧就要系睇视像嘅，各项嘅活动类型都有。咁佢就会知道嗰个潜质去到边个位啦。咁但系咁都未够嘅，我哋老师咧
咧就会喺个过程之中咧，亦都会睇翻啊小朋友咧，其实边个位好咧，佢系边个潜能，咁跟住咧我就会同阿罗主任合作咧，再去到帮小朋友发掘佢嘅潜能。丁主任啊，由于呢个咧即系咁大爱咁去推行啦，其实一班有几多人啊？我哋学校一班咧就30至33人啦，一般系。咁对于老师嚟讲咧，嗰个负担重唔重咧？又唔係好重喎、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學校咧都鼓吹小朋友係自主學習嘅，咁、所以咧小朋友其實喺課堂裏面咧，反而佢哋係透過互相合作、去到大家去幫助對方嘅、而當中咧自主學習咧其實就近呢幾年都好新興啦，咁其實係啲咩東西咧？其實就係讓小朋友佢自己去到策劃佢自己嘅學習。咦？如果咁講咧，係咪即係話每一班咧都唔會有精英嘅制度，而係話每一班都有啲叻嘅就帶領一啲冇咁叻嘅，即相对嚟讲，咁令到大家都进步，系咪咁嘅意思？系噶，我哋学校咧就冇行精英班嘅，我哋系混合能力制，而我哋都相信咧喺班里边咧冇话边一个小朋友系特别出众，边一个咧就系会失色嘅。原因系点解咧？因为有啲小朋友可能叻喺语文方面，有啲叻喺运算方面，系啊，同意啊，有啲咧叻喺边度咧？佢叻喺嗰个领导能力方面，系啊，有啲叻喺讲嘢，有啲叻喺写嘢，有啲叻喺唱歌，或者有叻喺体能，哇，真系绝对同意啊！冇错啊，咁但系其实老师透过好多唔同嘅课程。浮咗尖之后，咁其实浮尖浮咗出嚟，咁会点做呢？浮尖浮咗出嚟之后呢，咁呢我哋就会呢将呢个我哋会建立人才库嘅，咁呢个人才库呢就会交落去呢俾我哋呢活动组嗰边去帮忙啦。哦，咁就即系罗主任嗰边喎，罗主任点样样？咁我哋都其实一年都浮咗唔少尖出嚟嘅。咁我哋浮咗啲尖出嚟，其实我哋就会有第二层嘅资优式嘅课程啦。咁呢个咧就系个抽离式嘅课程，系喺课余嘅时间咧，我哋会安排唔同嘅呢一啲课程去俾一啲浮尖咗出嚟嘅小朋友。哦，即系咪话你哋观察到嗰啲同学咧有啲特别嘅潜能，就放咗学之后咧再加以培训咁啊？冇错啦，除咗观察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真系客观嘅一啲量表去睇翻小朋友系咪真系系啦，系咪真系有呢一方面嘅才能嘅？咁我哋都系着重系小朋友个资优面嘅训练啦。咁嗰啲课程咧就会从个加深啊或者加广啊去俾小朋友去一啲嘅课堂以外嘅一啲课程嘅或者能力嘅学习。哇！我谂家长真系好开心嗬。系啊。啊，课后之后仲可以发掘佢嘅小朋友嘅潜能，加以培训。同埋咧，佢会令到啲小朋友咧揾到自己啊边一样嘢系最擅长。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好好咁嘅发展啊嘛。咁但系我又问下啦，其实有最叻嘅小朋友，咁有啲小朋友咧真系发觉原来自己系慢少少嘅，咁学校点样帮佢哋咧？在学校呢，如果在返课堂里面呢，咁其实我哋刚才提过啦，我哋行合作学习嘅。咁基本上呢，喺呢个组里面呢，係我哋会混合能力咁囉，去到安排佢坐啦。咁变咗呢，喺做活动嘅时候能力比较强嘅小朋友呢，佢就会帮嗰啲小朋友㗎啦。咁但係呢，我哋会发现嘅唔係堂堂每一个学科呢都係嗰个小朋友弱嘅。咁变咗当佢自己强嘅时候，佢就去帮佢哋囉。哇，呢啲呢即係达至互相帮助啦。係 你需要我嘅时候我帮助你。咁呢啲即係助人为快乐之本嘅精神呢就体现咗出嚟啦。哇，好多谢晒两位主任啊。咁一阵间呢我哋不如呢又请一位校友。听讲呢位校友又系同学又系老师喎、我好期待见佢啊。我都好期待啊。好，一阵见。各位朋友，我哋又返返嚟校园巡礼啦。你哋记唔记得我剛才讲啊，我要请嚟一位校友喎、呢位校友呢佢由读书开始一路小学中学然后读到做埋老师喎、哇，我哋啦琪琪我哋真係好有兴趣知道喎、哇，点解你有咁有能耐又留到呢学校教书都教到退休为止呢？呢位呢就係陈丽玲女士。欢迎你啊，陈太。Emily 早晨，琪琪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各位家长。咁我咧就呢个问题咧，已经系好多人问过我噶啦。系啊。咁我亦都要即系讲，我系小学嗰阵时，我哋嘅时代咧真系好单纯嘅。嗯。咁我小学咧喺间学校读书，就跟住系升埋中学。系咯。跟住去到预科毕咗业之后咧，咁我哋就会谂我哋嘅将来前路。你谂下，我喺呢度长大嘅，喺间学校长大，我对于学校真系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噶啦，已经。
咁所以呢跟住我就入咗而家嘅幾個教育學院啦，當時叫師範學院啦。我讀完之後呢，我就決定返返嚟學校。哇，因為我好係啦。哇，嗰、那個年代呢，琪琪你知唔知嗰、那個年代呢，個個都覺得教書好神聖嘅工作㗎嘛。其實喺我年輕嘅時候呢，我都好渴望呢自己長大之後呢可以做老師嘅。係呀，因為其實我當睇到啲老師呢幫啲同學仔改卷啊，俾分數嘅時候，好羨慕佢哋噶嘛。咁係咪因為咁咧？唔係，講真的，我又好愛慕同埋我好尊敬我嘅老師嘅，所以我都係真係好好想念佢哋。咁、尤其是係小學添、因為可能小學真係細細個。咁我翻到入嚟嘅時候咧，好少噶。我係全校即係我翻嚟做老師啦、我係即係最年青嘅一個新老師。而當時小學教緊個老師咧，仲喺度。哇！我谂佢最欣慰系啊，可能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向佢哋嘅学习嘅咧，就当时唔系嗰阵时我哋小学时候师生关系嗰种知识嘅传授，而系咧系我要向佢哋学习嘅咧就系佢哋嘅咁多年嘅教学嘅经验嘅心得。系啦，咁陈太啊，你面对一位曾经教过你嘅老师都喺当中同你做同事，会唔会又惊又喜咁咧？系好复杂嘅心情咧，好得意嘅。即系嗰阵时我做学生时候咧，我觉得佢哋高高在上。即係尤其是以前同而家嘅先生真係好唔同。而家啲學生你會睇到咧，我教緊書嘅時候已經係攬住你，攬住你對腳好似媽咪咁樣，證明你好受學生歡迎喎。但係嗰陣時嘅老師咧係即係比較保守啲嘅，係即係好有個好似有個隔膜咁。但係你又估唔到翻去做同事嘅時候，佢哋又唔係嘅，佢又好錫你嘅，又好肯教你哋嘅。所以令到當時我係年青嘅老師係好開心。哇！所以一做做到退休啦，因为实在太开心啦。系啊，仲要我教咗啲学生，跟住咧就即系我教啲学生，跟住长大，即系又翻嚟年月咁多年过去，佢哋又翻嚟教嘅时候，哇！真系有啊！哎呀，好开心！咁又做翻我嘅同事，哇！真薪火相传。系啦，我正正想讲呢个，我真系感受到呢个薪火相传呢个咁样嘅意义。系啊，好，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啦，有一样嘢系啦。莫校长，我听到陈太咁讲咧，我就觉得佢系秉承咗头先佢哋所讲嘅关爱文化。系啊，系啊，因为学生系感受到老师嗰份关心嘅嗰份爱，所以咧佢成长之后咧就希望喺呢度服务翻。系，但系咧与此同时咧，佢同佢变成同事之后咧，嗰份关心同爱依然存在。咁佢一路一个梯级咁一路传承传落去。系啊，仲有佢由师生嘅爱咧，系变为咧大家朋友嘅爱啦，甚至好似亲人嘅爱咁啊。系啊，仲有一样嘢好好就系佢哋新嘅一代入嚟，当然咧我係分享我嘅教學嘅即係經驗啦，但係從佢哋嗰度咧，佢哋新一代又有佢哋新嘅策略，佢哋新嘅教書嘅方法，咁同埋啲新嘅科技，我都要向同佢哋學習，所以我更加體驗到咧，我哋間學校咧係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大家都係即係好融洽相處，而且大家都互相係交流嘅。哇，陈太啊，其实咧，我头先净系咁样听你讲咧，我静静鸡自己同你计一计，屈指一算，你差唔多用超过半个世纪喺呢度留喺间学校，同埋点止咧？因为仲有一样嘢，我喺小学读嘅时候有啲嗰啲叫做婶婶啊，即系工友姐婶婶咧，佢要睇住我嚟噶嘛，跟住佢退休有新嘅一入到嚟，咁而佢哋咧就直情好似同我哋朋友一样，我哋日日翻学见到佢哋，同埋呢一班小可爱嘅小朋友。我對住自己屋企人都冇咁耐時間。係啊，真係啊，全日制添啊，而家係啊，所以我退休嘅時候我都好唔捨得。係啊，咁你而家有冇翻去啊？有，我而家來不來校長好好啦，知道，所以有啲咩嘢佢都俾我翻去見下啲學生表演啊，啲節目啊咁樣。表演啊？點解會有啲咩表演呢？啲學生好多，唔係佢哋有時，譬如頭先你講過啲範疇嗰啲藝術日咧，咁佢哋會有我就校長會請翻我哋啲退休老師翻去睇啊，參與啊咁樣。哇！校長都好有人情味啊，請翻啲舊老師校友喎。佢真係維係翻呢個關係，所以我直情好似冇退休嘅。係啊，你真係唔似啊！你一啲都唔老咯，真係睇唔出。我睇到你好有活力。同埋我50後嗰陣時候咧，校長咧推薦我去教育學院再繼續。
即係進修啦，係咪？咁我就仲更加體驗到一樣嘢，就係真係做到老學到老。係啊，就算我而家退休，我都學緊嘢。係啊，其實我哋一生人咧，同我哋嘅畢生精力咧，都學唔曬呢個世界咁多嘅嘢。所以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我哋咧擁有嘅機會去學習咯。係啊，所以真係好好唔捨得，就係同埋好開心，我能夠即係喺呢間學校度。即是天主赐俾我啦，我是一个教徒啦，系咪？我都好开心喺呢度成长。系陈太啊，我睇到咧你好感恩啦，又好爱学校啦。咁如果问翻你喺你学校嘅生活里面，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又好啦，作为一个老师好，有冇啲好难忘嘅片段或者好欢乐嘅片段，你一谂就谂起嘅咧？我如果你要深刻啲，我都系小学嘅时候。我学系点啊？因为嗰阵时咧，啲老师咧就系、即系咧，唔知点解，真系细个时候好单纯，即系可能嗰阵时妈嗰啲嗰代嘅妈咪唔系好识教我哋，所以我哋所得到嘅嘢全部都系老师度身上学翻嚟嘅。系啊，嗰阵时所以我真系好深刻，唔使点教嘅，个个都好乖嘅。系啊，冇唔同嘅。系啊，咁我变咗咧，我就最记得当时嘅小学时候嘅修女啊，就算而家以前有个小学嘅老师咧，好恶嘅，即系教我哋嗰啲嗰阵时教嗰啲。地理嗰啲嘢，佢要我哋一定要背熟曬所有嘅中國每一個省份嘅嗰啲嘅嗰啲地方名啊位置係啦。但係我真係佢好嚴格，好惡。咁但係我哋都係見到佢好驚嘅。但係我好感恩，全靠都係佢先令到我哋即係識好多嘢。你頭先咁講，我想問下你教邊科啊？我哋當時嘅小學咧，我就冇咁專嘅，即係我哋當而家係咪啊？哦，如果我哋而家咧，我又教中文啦，即係我講啱啱退休嗰陣時啦，就教，因為我教咗好多年啊，係幾個年代㗎啦，哇！所以咧。初初的年代同依家嘅年代又唔同，我都叫佢叻咗好多噶啦。我跟啲年青嘅，我跟啲年青嗰啲學咧，我真係覺得自己都叻咗好多。哇！春風化雨我相信你而家啲學生咧，好多做咗媽咪啦，係咪啊？點止啊！係啊，做咗媽咪啦，真係嚇。我就算最近我好開心見翻我小學嘅一位教嘅個老師咧，佢去咗加拿大，佢翻嚟見到我，佢幾開心。佢話：哎呀，估唔到你。佢話咧嚇，陳麗玲嗰個中文名。你都而家你都做咗嫲嫲啦。咦？呢位老師唔係當年即係比較嚴嗰位啊嘛？就係佢啦。個世界好細啊！佢而家係咪仁慈好多啊？系啊，佢好好咯，都系佢但个样真系冇乜变嘅，又系，即系系啊，我都觉得佢冇乜变，可能佢唔知喺我哋学生心中心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我哋嘅心境愉快咧，其实我睇到你面上面嘅笑容，我都知道你而家好开心噶。唔系，我可能讲得太兴奋啦，对唔住，好啊，失咗仪态，冇事啊，好好啊，我哋中意个个都咁兴奋，大家咪开心。你喺度揾紧你嘅记忆啊！咁你係將嗰份喜悦咧，真真正正帶到你嘅面上，同我哋分享到，透過聲音，我哋可以感受得到啊嘛。係啊，多謝你俾個機會我，等我可以回憶翻我以前嘅日子。其實真係感受到你嗰種喜悦同埋開心咯。係啊，咁我諗頭先聽到你講咧，嗰位好嚴格嘅老師咧，其實帶俾你都有另類嘅一個得著。咁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家长啦，同埋同学，如果听到嘅时候，都知道有阵时老师佢紧张啲咧，可能对你都系有不生嘅影响，亦都有正面嘅影响。不过嗰一刻中，可能大家未必好中意。啱啱系啊，但系多谢你明白，好明白啦。因为我哋做咗老师之后咧，就更加明白老师嘅心情咯。啱嘅，吓，多谢你。咁喺咁多開心嘅即係回憶裏面啦，咁你覺得你有冇邊啲同學係你都好覺得當年俾到你好大一個嘅歡樂嘅時光嘅？我個同學係啦，有冇咧？同學咧就都有，不過咧因為大家工作之後咧就比較忙咧，有啲人咧就去好似。結咗婚之後又有自己嘅家庭，咁就會忙碌啲，大家見面嘅機會都會少啲。咁如果有好好嘅同學咧，都有嘅。咁但係咧，有啲係已經係離咗民，係啦，就少啲聯絡。係明白。今日好多謝加拿大聖方濟各學校嘅校友陳麗玲女士咧嚟到我哋當中分享佢，哇！超過半世紀嘅喜悦，毛校長啊，下一次翻嚟咧，我想聽下啲同學仔係咪都係咁開心？好啊。
巡禮，咁喺我哋直播室入面呢就嚟咗加洛萨圣方济各学校嘅两位同学仔，咁分别呢就係林纯恩同学啦。Hello， 林同学。Hello， 你好啊。跟住呢另一位呢就係谢伟彤同学。谢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啊，我哋不如同阿林同学倾下偈先啦。林同学，你今年几多年班啊？今年五年班。嗯，你介绍下你自己啊。我有一个细妹，佢今年六岁，而家读紧一年班，都系读加洛萨圣方济个学校。哦，咦，咁啱，头先我哋记得咧，五年班做大姐姐啦。咁佢就系大姐姐咯。系咯，你喺学校有冇做埋你妹妹个大姐姐？冇啊，因为咧，全部边一个大姐姐照顾边一组同学都系老师规定嘅。啊，我知啦，老师因为知道你喺屋企做佢大姐姐，所以学校咧就唔指派呢个任务俾你啊嘛。梗系啦，俾佢多啲试多啲唔同层面噶嘛。你妹妹真系幸福啊，由屋企去到学校都有大姐姐照顾，咁佢系咪特别乖呢？哦，这个答案我明白了，你不用讲了。但我反而想问一下你，咁其实而家你做咗大姐姐都已经有一个月到啦，咁其实你感觉上如何呢？即是你觉得你怎样去帮小朋友、啊、你照顾那些小朋友，他们中不中意听不听你话、你多不多见他们啊，有没有倾偈咁啊？平时吃完饭之后都会落去找他们，帮他们擦下手擦啊这样。哦，那他们还是不是在班房等你的？是啊。哦，知道你会落去的了。是啊，因为跟他们约了。哦，约定的。哦、那你落到去 check 那些功课，你觉得他做成怎样呢？他们有时唔识做啊，咁样咪教下佢哋咯。哦，哇，咁真系好有用喎、啊！有冇啲功课佢哋做得冇咁好，你又鼓励佢做过噶？咁又未必，因为我惊佢哋唔开心啊，有嘢做过。你真系好懂得别人嘅心理啊，好有关爱文化，惊佢唔开心，叫佢做过嗬？系咪因为咧？如果有人叫你做过，爸爸妈妈叫你做过都唔开心噶？系，真系好识得咧，系喺别人嗰种嘅感觉去教佢哋嗬？系啊，咁另外咧，我睇到你都好好笑容喎。咁其实喺学校咧上堂或者课余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好开心噶？是啊。咦，你急答得咁快，咁你梗係有啲开心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咪啊？是啊。二年班嗰陣呢，去湿地公园，即係学校旅行带我哋去湿地公园，妈咪做咗义工，咁跟住呢，我哋两个就係顾咗去玩爬手草，唔记得咗跟大队。哦，咁后尾点算啊？哇，不过我都知道个结果㗎啦。但係我跟住好想追问呢，你有啲咩活动鍾意参与㗎？我鍾意跳舞同埋朗诵。哇，真係又动又静都得喎、啊。不如咁啦，你知啦，我校长好鍾意邀请人哋表演噶，你中意朗诵，不如而家朗诵好唔好？好啊！哇，真系答得好爽快，我哋俾啲掌声。下晒太阳，零五线。小时候，我喜欢晒太阳，爸爸在椅子上，我在他腿上，爸爸大大的手掌温暖在我的脸上，眼睛闭上，让阳光照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小时候我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厚厚的手掌在我小小的头上，流着泪的脸上，沾着土的手上，传来阵阵暖流，像太阳一样。小时候我喜欢跟爸爸在一起晒太阳，小时候爸爸就是我的太阳。
哇，你啲普通话真係好准确。好犀利啊而家啲小朋友。哇，系咪好鍾意晒太阳㗎咁样。係。係㗎。唔怪得你朗诵起上嚟呢咁有感情啦。嗯。欸，其实边个教你嘅啫啲普通话咁好听。嗯，全部都是老师教。哇，老师的普通话咁叻噶。诶，我想问下你咧，你话又中意跳舞噶嘛？咁其实你觉得自己跳舞叻啊，抑或系朗诵好啲咧？样样都咁好。哇，好有自信心喎、啊！好有自信啊，温校长，恭喜你、啊！但系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老师咧就话佢哋咧会令到嗰啲尖咧就浮出嚟啊。即是他们有资优嘛，那怎样发掘你，那其实你的潜能呢是不是老师帮你发掘出来的？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跳舞。所以你很快就已经告诉老师知道了。是。嗯，真的很主动啊。其实你跳什么舞啫？中国舞。哦，哇，中国舞要身段很柔软的、哦、又要弯腰去后面，难不难的？好难，因为中意系咪？系啊，中意咧就会学得好噶啦。咁其实你一个礼拜跳几多次舞啊？两三次咁。哇，都好多噶咯。咁仲有朗诵咧？朗诵会唔会个个礼拜都练习噶？咁又未必会，有时煲落嗰啲朗诵节嗰啲咁样咪练下咯。就练多啲啦、哇，我哋头先咧挂住同你倾偈咧，都唔记得咗阿谢伟彤同学添。唔紧要，莫校长，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可以继续同阿谢同学倾下偈，同埋咧，我知阿谢同学咧，佢都会为我哋表演噶嘛。哇，咁啊，一阵间见啦。翻嚟咧就继续同阿谢同学倾下偈啦，莫校长啊，头、先我哋就忽略咗谢同学啦，唔紧要，系唔紧要，我哋俾翻多啲时间你。系啊，谢同学啊，姐姐想问下你啦，咁其实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先啊？我而家读六年级，我就屋企有个细佬，佢就系而家读紧 K 1哦，哎呀，有细佬就学到唔能够做你嘅师弟、啊，因为学校系女校嚟嘅。咁、我知道其实你好中意艺术嘅，系咪啊？系。咁你曾经你而家都系学校嘅艺术大师啦。咁其实艺术大师有咩做噶？艺术大师会去睇一啲活动，跟住之后就会讲翻俾分享俾同学听。咁分享嘅时候系咪喺组会嗰度讲嘅？有时有时系系嘛，咁你喺艺术大师嗰度系咪上咗啲工作坊噶？啲大师工作坊，咁你去过啲咩活动啊？我去过演艺学院。咁你演艺学院系纯粹参观啦、啊，定系有机会喺个台上面表演啊？冇喺台上面表演，但系参观嗰阵时，你参观完之后，都会再分享俾同学听，同埋去过啲音乐会度睇。我即系安排咗你去听音乐会，哇！咁你有冇同埋屋企人去噶？冇嘅，即系艺术大师去。咁其实有几多艺术大师嘅学校？每间学校有一至两名艺术大师。哇！你真系好清楚喎、啊。哇！學校長原来咁少噶咋、啊？我以为系学校甄选出嚟，原来唔系噶，系代表学校去参观噶。系啊，你系咪想知多啲？我想知多啲、啊。咁你知唔知道呢个艺术大使咧，就系、是、香港艺术发展局咧系主办嘅、哦，就系、是、由莫凤仪校长提出嘅。莫校长，咁其实莫校长多才多艺咧。唔系啊，我系我不嬲都知嘅。唔系啊，你真系咁啱咧，我被委任咧，2008年入去咧，我觉得艺术嘅种子咧、应该喺中学同埋小学嗰度散播嘅。啱嘅，啱嘅。咁所以咧就提倡咗每一间学校，中学、小学咧都可以推荐一位艺术大师。但系近呢两年咧，我哋觉得咧、哇，应该咧再增加嗰个名额，所以就两个咯。我真系好开心听到你嘅分享啊！哇，谢同学，快啲多谢莫校长咧，全靠莫校长咧先去俾机会你去参观演艺学院啊，或者睇到好多唔同嘅音乐会。咁唔好客气啊，其实我好多谢艺术发展局咧攞咗一笔嘅奖学金出嚟咧，咁事实上都系，因为其实我觉得艺术嘅种子，头先阿莫校长讲得好好啊，艺术嘅种子咧，真系要由细个嘅时候咧就要播放开去，咁小朋友咧先至可以。
喺好細嘅時候，佢哋培養咗呢一個種子萌芽之後咧，咁佢將來嘅成就咧就會好好。係啊，人生咧會係豐盛好多咯。嗯，我睇到謝同學喺我面前咧，我真係感到好欣慰啊！喂，謝同學啊，講到藝術大師，咁其實即係你對藝術啊各方面，梗係有一樣係特別喜愛嘅。咁其實邊一方面呢？我最中意係唱歌。哇！你中意唱歌，咁你係咪學校嘅 choir？之前是，但而家唔系。点解啊？因为三四年级先系合唱团。哦，即系俾多啲机会小其他年级嘅小朋友去参加，哦、所以咧就叫啲高年班嘅同学仔咧退落嚟，或者又做一啲大姐姐计划啦。系啦，但系又发掘咗你唱歌嘅天分、哦。嗯。咁但系你自己有冇继续唱歌呢？我而家又喺琴行度学唱歌。哦，唱边一类嘅歌啊？意大利歌。哇，我听到我觉得好似有啲陌生喎、啊。意大利歌啊，喺歌剧里面成日都听到嘅。系啊，咁但系小朋友点样去演绎咧？咁不如请阿谢同学同我哋表演下。好唔好啊，谢同学？好、啊。咁你咧准备演唱嘅呢首意大利歌系咩歌嚟嘅？系一首圣诗嚟嘅。啊，圣诗即系好庄严、好神圣嘅。好，我哋俾啲掌声，请谢同学。其实啊，谢同学啊，你唱得咁好咧，我可以讲俾你听少少嘢。咁好多咧，歌剧啊，都系用意大利文去唱嘅。将来你长大之后咧，分分钟有机会咧，就可以表演歌剧啊。不如我直接问一下谢同学啊，你将来嘅梦想系想做乜嘢嘅职业呢？我将来嘅梦想想教人哋唱歌。哇，真系同而家你睇下几有关系。其实佢系想做一个歌唱家，佢将佢薪火相传啊。系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唱歌嘅时候有咩感觉啊？唱歌嘅时候要放松。放松，放松之后你自己开唔开心噶？开心哇！我同你嘅感觉一样啊！我以前咧学校都系合唱团嚟噶，我都觉得咧唱歌嘅时候系好开心噶。不过除咗唱歌之外，你仲有啲咩嘢中意做噶？我中意弹琴同埋跳舞。哇！咁其实有冇每个礼拜都弹下琴跳下舞咁呢？我会去学跳舞同埋弹琴。嗯，我知道剛才呢林同学就喜欢跳中国舞啦，你是跳什么舞的？都是中国舞。都是中国舞、啊、咦，你两个会不会想合作呢？
其實都有機會嘅。唔係而家唔使驚。我想問下謝同學啦。咁其實學校咧，咁我製造咗好多開心啊、好關愛嘅環境俾你哋。咁其實有冇啲好開心嘅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下嘅？喺五年級嗰陣時，我哋去咗元朗公園。嚇、啊！喺嗰度有咩玩啊？有咩咁開心咧？因為嗰度係有個斜坡，跟住我哋就喺嗰度喺度碌嚟碌去。我碌嚟碌去啊！有冇碌咗落去受傷啊？冇。我都知冇啦，冇就所以咁開心啦。係啊，係啦，咁好多個同學咁一嚟碌嚟碌去噶咯、啊。原來孩子係好單純、好簡單嘅啫，喺個草坡度碌嚟碌去已經好開心啦。你睇幾純真。係啊，咁同埋咧，你睇下謝同學咧，佢個樣好端莊嘅。我一睇佢樣子我就知道，你喺學校應該仲有其他職位做緊嘅，係咪咧？係啊。系，过嚟听下。我喺学校系风纪。哦。哇，咁其实做风纪辛唔辛苦噶？唔系几辛苦。咁风纪有咩做呢？有时人哋小朋友跑嘅话，就要叫佢哋唔好跑啊。嗯。但系我知道咧，做呢啲服务会令到自己咧少咗时间去食嘢噶，系咪啊？系啊。咁你点样克服呢一个困难啊？唔紧要，因为我。在一三五當值，我仲係星期二同星期四。其實小朋友好樂觀嘅喎。你睇下，星期二、星期四有得食嘢，已經好滿足㗎啦。其實我覺得我唔需要太過多日子嘅。咁我有啲日子或者有啲時間咧，抽出嚟可以服務一下啲同學仔咧，反而一件美事喎。係啊，我咧睇到佢嘅服務精神真係可嘉、嗯，我真係好佩服你啊，謝同學。原來你星期二四可以食埋一三五小食冇食嘅食物，已經就好滿足啦。副校長你真係好風趣，莫校長啊，咁其實頭先咧就聽咗校長啦、老師啦同埋同學仔嘅聲音啦。嗯，咁我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可以聽下家長啦、啊。一定要啦，我哋聽下家長佢有咩説話想同我哋嘅聽眾講啊？是啊，我们再一次多谢林同学和谢同学，拜拜拜拜。我们就访问了加诺萨圣方济各学校的两位很可爱的小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林顺恩同学，现在在我们当中就是林顺恩同学的妈咪了，欢迎你啊林太。多谢多谢。欢迎 Polly， 你好。刚刚听到顺恩讲到他有个妹妹在圣方济各读书的。是啊。林太，为什么你呢将两个女女都揀选了圣方济各呢？其实本身呢，我最初大女林纯恩要揀学校嘅时候呢、嗯、我都想揀一啲校风比较淳朴啲啦嘅、学校啦。咁、就问咗其他朋友嘅意见嘅时候都话啊，不如你试下搵加勒萨圣方济各学校啦。咁、我哋都好好彩啦，咁喺大抽奖嗰时就入咗呢个学校啦。大抽奖系咪第一个抽中咗，跟住嗰个就好幸运㗎啦，自动入去啦。林纯恩啦，咁而家入咗学校读咗都好几年啦，咁其实个校风啊、学业上啊，咁其实都完全系我需要嘅嘢咯，即系满意，满意嘅，绝对系满意嘅。咁其实见到学校都不停地进步紧嘅，咁好似纯恩咁啦，咁其实佢初初咧都好怕丑嘅，咁但系咧就升上咗高年班少少啦，咁啊觉得佢信心加强咗啦，系啊。头先见到佢咧嘅朗诵咧，非常有信心、啊。我就头先，如果你话俾我听佢怕丑，我就一啲都唔觉得咯。咁我反而觉得佢好开朗，亦都好愿意同我哋去接触啊，或者我哋问嘅时候，佢会答得好好。但我反而想听下妹妹、啊，咁其实妹妹而家到一年班，个感觉上有咩唔同啊？妹妹呢其实可能个性格关系啦，妹妹就比较开朗啲嘅、即係真係好 outgoing 啲，完全係有人同佢倾偈佢就 ok 嗰啲啦。咁佢亦都适应得好好，可能首先有家姐喺度啦，咁之前其实带过去返学校几次，咁佢其实熟悉咗个环境佢都觉得好 ok 嘅。咁跟住呢就跟住佢亦都可能觉得自己大个啦，咁好想好想读小一，咁佢其实就适应得非常之好，佢而家即一个月里面咧，其实佢 so far 嗰啲抄嗰啲功课都唔不点甩漏。咁、我见佢亦都好多嘢都好快咁上到手咯。咁你觉得而家女女一年班同你嘅另一个大女女喺五年班之前咧，嗰读嘅有冇咩唔同咧？学校方面嗰个嘅行政啊，或者个活动啊，课程？其实都有转变的，见到学校是进步的。咁例如德育公民啦。咁
以往呢就是每一年呢就会知道他们是不停地教紧啲灵性上面的教育咁啦。咁就教他们怎样关爱其他人啦。怎样去服务社会啊咁样啦。咁而家呢细女方面呢好像是更加加强了。即是好快就会听到他说哦妈咪啊你等我一阵先，我而家祈紧祷你一阵间先再同我讲嘢啦。即去关顾嘅。咁但其实我想问一下呢学校喺协助家长方面。咁有冇落到啲功夫，即係令你真係感受到嘩好温暖啊，佢哋为咗做咗啲嘢呢，咁令到我喺照顾小朋友上或者係喺教导小朋友上都方便咗嘅呢？其实都有嘅。虽然呢学校呢就喺网页度呢就唔会公开功课任何嘢 list 嘅。咁但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呢非常之好，由大女啦至到而家细女啦。咁其实佢哋好容易同埋好快習慣到呢自己的事自己做呢四个字。即做得非常之好嘅呢样嘢。我都好好欣赏学校嘅。我都要藉住呢个机会多谢学校，多谢校长。咁、啊、但一年班都可以自己的事自己做。可以有即係当然有一定有人辅助。睇佢一个月间就已经有所改变。有改变嘅。即係譬如好似以前執书包，佢其实自己都会懂執书包嘅。咁、但係佢都会要求妈咪你帮我 check 下啦。咁但係而家呢初初佢好似头一个礼拜到啦，都仲有叫我去妈咪可唔可以帮我摸一下。咁、但係而家开始话有阵时朋友话依家妹你执好书包未、搞掂啦，我话你真係搞掂啦。係呀、我使唔使帮你睇？唔使啦。即係佢好好有信心嘅。好有信心，同埋睇咗呢健康快乐咁样成长。咁林太既然学校呢就培训到你嘅小朋友咁好啦，你有冇做返啲义工咁回归下学校嘅？都有嘅。因为其实呢学校都做得好好嘅喺呢一方面，咁、因为佢会邀请家长去帮手做一啲义工嘅事务啦，咁佢就会系学校有啲活动要出去出面学习嘅，咁佢都会邀请家长去做帮手睇住啲小朋友咁咯，咁我亦都即系好乐意嘅，因为其实真系好开心嘅，见到小朋友一齐出去做 outing 嘅时候学嘢啊，佢哋嘅相处啊。咁有時即係見到譬如好似我對上一次同佢哋去動植物公園，咁、其實係見到佢哋話認識一下啲花花草草啊，去感受一下個改變啊，咁其實都好多好得意嘅新體驗囉。哇，我知道林太你都返工㗎喎，咁你係咪要請假去做呢啲義工啊？我會盡量安排嘅。即係其實真係都幾開心同佢哋一齊出去。即係其實都睇到佢哋家校一心囉。係啊，家校合作呢就和諧共融啦。係啊，咁喺你身上呢同埋溫校長身上嘅團隊呢，我睇到大家合作得非常好喎。咁多謝曬你啊林太。跟住返嚟我哋。下一節呢、就輪到我出馬啦。我要問一問啊溫校長呢，咁其實小朋友點樣先可以報讀學校啊，點樣修身啊，咁有啲咩叩門學位啊。因為好多家長呢而家心机旁边咧，个心就攞攞乱啦。冇错啦。咁下一节翻嚟，我哋同温校长倾下。一阵见。咁嚟到呢一节嘅校园巡礼啦，咁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有我陈琪啦，同埋阿莫校长。你好，琪琪。咁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嚟自圣方济各学校嘅阿温校长嘅。温校长啊，咁头先咧，家长有提到一样咧，就叫自主学习嘅。咁我知道其实你哋呢方面都落咗一啲功夫，不如同我哋分享下。好啊。咁其实学校呢每三年呢我哋有一个嘅学校嘅发展嘅计划。咁啱啱过去呢喺09至到12年呢我哋学校呢就要一个推行一个叫做自主学习嘅一个计划。咁经过三年嘅努力呢我哋出咗一系列嘅课程去培训我哋嘅小朋友呢可以做到自主学习。是咪一年班到六年班都有嘅？是啊。咁一二年班呢佢哋係集中呢係训练佢哋一啲良好嘅学习态度同埋一啲嘅动机。咁我哋叫呢个系列叫做学习小管家。哇，小管家，咁其实你学习佢哋良好态度同埋动机，咁有冇啲咩例子可以俾我哋知道点样去培养小朋友啊？好啦，咁一年班呢我哋会就佢哋一啲嘅自理嘅能力啦。譬如话佢点样睇时间表，佢嘅生活嘅时间表点样安排。一啲情绪嘅管理嘅课题。哇，情绪管理真係唔容易喎、啊。但係其实一二年班喎、啊。哎呀，你知唔知而家呢有啲统计啊，係即係成个香港啊，四分之一人嘅情绪係有问题㗎。係啊，其实可能我哋返到屋企呢有阵时都会会有啲地方唔开心。咁但係其实小朋友点样去培养佢哋情绪管理呢？我諗係去认识
咩叫情绪喜怒哀乐，跟住咧佢哋点样表达佢呢个情绪？如果能够系喺一啲正常嘅渠道俾佢可以表达到咧，我谂佢情绪已经系学识咗管理。啱啊，即系唔会抑郁咗喺心里面讲唔到出嚟咧，咁样就大件事啦。咁所以一年班开始做系最好噶，好嘅开始系成功咗一半啊嘛。咁啊，仲有二年班我哋教会去时间嘅管理啦，同埋一啲学习态度嘅动机嘅。提升啊！哇，时间管理又系，即系睇到有阵时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你约佢半个钟啊，迟咗一个钟啊，咁样，即系呢啲咧，我谂由细习惯嘅。好嘅習慣咧，就以後唔會遲到啦。冇錯啦，咁其實一二年班培養完之後，咁三四年班嘅同學仔咧，係咁我哋就叫做學習百寶箱嘅兩年嘅課程，咁係希望提升佢啲學習嘅技巧啊，教佢啲嘅策略，等佢可以掌握到之後咧，就學會學習。咦？有咩策略係可以教到俾小朋友咁等佢哋學會學習噶？三年班咧，我哋咧就会教佢点样做预习啦，点样做复习啦，系其实一啲记忆法嘅教授。咦，记忆法有冇用嗰啲叫做 mind mapping 啊？有，绝对要啦。哦，三年班已经可以学几好喎。咁四年班咧就大嗰啲啦，咁我哋咧就教佢做笔记。系，咁呢两年咧，其实学嘅技巧咧，就希望喺一啲学科中英数常嘅学科有啲课题咧，可以应用到嘅。所以咧就技巧就学技巧，但系咧切实咁样去落实咧，就要系啲科目去帮手。咦，咁温校长啊，佢哋四年班咧学习写笔记，需唔需要每个人有本簿仔喺度？有。是学校规定啊，抑或随佢哋自己买？亦都冇一定。亦都冇。我想问一下啦，咁小朋友学咗写笔记咧，啲笔记需唔需要交俾老师睇嘅？定系其实最紧要是自己明白咧？如果我哋指定嗰啲咧，就要啦，都睇佢掌唔掌握到啊嘛。咁之后嘅应用咧，就佢哋系随意啦。因为方法咧，就每个小朋友个学习类型咧，佢自己要选择一啲啱佢嘅方法。系。我哋只系提供佢，等佢认识自己底下去选择。咁即係话有好多科都要做笔记嘅。都系嘅，鼓励啦。咁佢嗰啲笔记系分科啊，写起唔同嘅簿啊，亦或都系集中一本簿就得㗎啦。都有嘅，两种情况都有嘅，就睇下老师有冇特别嘅指定要求啦。亦都尊重返小朋友自己嘅一啲嘅选择㗎嘛。系。哇，其实呢个习惯如果呢培养得好呢，对佢将来嘅学习嗰个提升系非常有用嘅。事实上系嘅，因为可能我哋有阵时听呢未必听到咁多。但呢我哋可以将佢呢懂得点样撮录一啲重要嘅重点。咁其实咧，对于将来佢嘅学习咧，系容易好多噶。咁会唔会吓谂翻转头？哎呀，头先发生过咩事啊？睇翻咪得咯，唔使谂啊。同埋咧，佢被训练到咧，识得掌握重点啊。哇，其实三四年班就可以训练呢一样嘢，咁五六年班咪好犀利。系啊，五六年班我哋叫做学习掌门人。咁啊，因为大啊嘛，咁佢经过咁多年嘅训练咧，其实系佢可以自己咧定一啲计划。亦都監控自己的計劃，同埋完善自己嗰個計劃，去進行一啲嘅反思啊。咁然之後再落下邊嘅周期啊，咁樣。咦，咁呢啲計劃咧，啲同學使唔使即係寫低話俾老師聽，抑或係自己記錄低？有嘅，全部係有一系列嘅，我哋叫做小冊子一啲 book 啦，就係跟住，咁啊陪住佢哋一齊去學。咁我哋亦都安排一啲嘅老師啦，做佢哋一啲嘅好似顧問服務咁樣，我哋見醫師啊。睇下自己个学习出现咗咩问题嘅时候咧，咁老师亦都开啲药方，俾翻啲策略去解决。老师就做大师，系咪？但系毕竟小朋友都系小学生，你要佢哋去反思，其实有冇啲咩例子俾我哋听到？小朋友真系可以透过呢一个计划咧，系可以做到反思嘅效果咧？可以嘅，真系佢哋好叻嘅。要成为一种习惯咯。要成为一种习惯嘅时候，你样样嘢都要去做嘅时候咧，佢就会内化咗。成为佢自己学习嘅一个工具，去谂下，呢件事成功喺边度地方，好喺边一度，失败嘅地方喺边度，咁佢跟住就会修订，修订佢下一个计划、下一个周期进行嘅嘢，系。哇，听起嚟咧，真系好丰富呢、这个自主学习，同埋对佢哋嘅人生应该都系一个好好嘅基石。咁啊，温校长，你觉得个效果好唔好咧？我哋做咗三年，咁但系都见到喺课堂上边咧系出现有改变，小朋友自动自觉做笔记，系咁同埋当然咧要教咗好多啲方法啦。Mind map 系头先提过系其中一种啦，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温室图啦，一啲可能系一啲嘅
表列啦、時間線啦，咁呢啲其實要教嘅，呢啲工具要教。教咗之後咧，佢哋就掌握到嘅時候，佢就自然會用。咁甚至而家最近有啲學生上咗中學，咁見到佢哋嘅時候，都會話翻俾我哋聽，佢哋會用呢啲方法去中學嘅學習。咁其實咧咁多嘅技巧咧，温校長會唔會學校都要需要開啲課程教曬所有老師，然後啲老師咧再教學生嘅咧？有啊，我啲老師真係我哋真係覺得學校係一個學習型嘅社群，咁我哋所有推行嘅俾學生嘅嘢咧，先係希望老師可以掌握先，咁我哋同嗰個教師專業發展係一齊做，咁嗰成效係好顯著，咁所以老師又叻。学生亦都叻，哇！听到学生叻咧，心机旁边啲家长咧，只耳仔就竖起啦。咁佢哋就会问啦：，哇！咁咁好啦，样样都好。咁佢哋话我要报读喎、哦。咁其实有咩途径？系咪应该递 form 咁就得咧？系，我哋系一间嘅政府嘅津贴嘅小学，咁所以我哋收生嘅程序都系依翻教育局嘅规定。咁就好似而家九月啦，我哋就做紧一个自行收生嘅程序。咁跟住第二个咧，就去到系二三月嘅时候做一个统一派位嘅程序。咁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啦，咁会唔会有啲扣门学位留翻俾啲好心仪嘅家长噶？阿琪琪咧，成日以家长身份都好兴趣，系啊，因为有好多家长有阵时话啊，我又未必咁好彩，大抽奖俾我抽中、哦，因为其实大抽奖要抽中咧，有阵时话仲难过中六合彩噶嘛。我哋尽量咧就将所有学位咧都系拎晒出嚟，系满足咗家长需要啦，明白。咁即系其实所有各位爸爸妈妈咧都唔需要咁多心啦。咁其实咧，大家安心咧，咁就可以揾到间好学校噶啦。咁但系我又想问多样嘢喎。咁其实我知道你哋有直属嘅中学嘅，系啊。咁个升学嘅情况系点噶？如果根据学校以往嗰个嘅数字咧，都系好稳定嘅。我哋同中学一个直属嘅关系，所以我哋系应该有八成嘅学生系升派自己嘅中学。可唔可以讲下呢间直属中学嘅名啊？嘉乐撒圣方济各书院，哦，即系两个字唔同嘅啫，由学校变咗书院。系，温校长，好多谢你今日咧同我哋分享你学校咁多特色啊！系啊，亦都多谢你邀请，唔好客气啦。不过我哋咧都想你咧送俾心机旁边嘅家长同埋同学，俾一啲感受啊，鼓励佢哋啊，好冇啊？今日做家长真系唔容易。咁一个成功家长咧，我觉得最紧要识得按部就班咁样去放手。系喎，呢个好重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即系千祈唔好咁急，系咪啊？系慢慢嚟嘅，因为每个小朋友都系独特嘅，系亦都有潜能啦。头先我哋睇到咯，嗬，唔同嘅小朋友有唔同嘅潜能噶。但系莫校长啊，其实学放手咧都唔系咁容易嘅，绝对系唔容易。不过今日咧，我哋听到温校长再次提醒我哋咧，各位家长咧，应该睇一个小朋友嘅长远发展咧，就连你就会放手啦。明白，因为咧每一个小朋友嚟咗呢个世界咧，都系好细个啫嘛，系啊，一年班就嚟咗六年，咁我哋咧大人就唔可以将我哋认为啱嘅嘢咧，全部咧要佢识晒，慢慢，好似温校长咁，要点啊？五只手指，逐只手指放。好，五只手指，逐只手指放，今日就会记得啦。挤晒十只手指出嚟咧，就慢慢十只手指放。好啊，咁今日咧就好多谢嘉乐撒圣方济各学校啦，阿温校长啦，仲有佢嘅团队啦，同学仔啊、校友啊、老师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下次咧10点到12点校园巡礼再约定各位爸爸妈妈，拜拜，拜拜。